三分训，五分训，再分训，三分训。同学们，我们李青老师为我们授课，向老师行一问训礼。阿弥陀佛，老师好。好，大家好。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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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佛学院的同学，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要为大家解说的是《佛法概要》第五章第五节，佛教东传中国。今天要讲解的主题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纲要》，隋唐五代八宗并倡。视频是71。图表是40，课本繁体版在351页，课本简体版在180页。今天延续汉朝魏晋的佛教，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明的是隋唐五代的佛教。那隋唐五代的佛教呢，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兴盛时期。那这一个时期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的特色是八宗并倡，也就是在中国的宗派当中，这个时期呢是处在极兴盛的时期，各个宗派呢都非常的兴盛。那要了解隋唐五代的中国佛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八个宗派的前世今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出现与消失。它的出现呢，一开始先出现学派，学派出现以后成为宗派。那我们上一节课跟这一节课的差别在哪里呢？前一节课呢，它主要的主题是性空一位，到了南北朝是二流分化，现在是什么呢？八宗并倡。我们在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说，中国佛教的源流，源呢是源头，源头是源于印度佛教的两个时期，中期性空教跟后期的真常教，这是源头。那这个流呢，这个流变呢，在中国佛教当中的流变有一个密码，叫做12820。
要看中国佛教呢，记住12820的这个密码，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中国佛教宗派思想的流变、法门的流变。那前面提到说，一性空一位，那到了南北朝呢是二流分化，现在是八宗并唱，所以我们今天在白板上面呢的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去看，一个是总标，一个是二流分化，第三个呢是八宗并唱。那这个是总标，我们要认识中国佛教的八宗呢，我们依两大思想看中国的八大宗派。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南北朝。南北朝呢是二流分化，二流分化之后呢，由二呢就产生八宗了。所以这个八宗，八个宗派呢，它的前世就是在南北朝有这两个系统的分化，分化之后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学派或是系统。那上次呢，我们的这个表呢，应该是系呢，比物成宗，所以特此更正。刚才提到说，我们这个表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这个是总标，要认识中国八宗呢，我们一二思想，也就是在南北朝奠定了南方，也就是中国，以地理环境来讲，它的南边，南方是什么呢？主要是真空妙有的思想。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什么是真空，什么是妙有。北方呢是真常唯心，北方是真常唯心，南方是真空妙有，一二大思想。依这个南北朝的两大思想的特色去看隋唐八宗，看中国的八宗。所以第二个部分呢是南北朝的两大思想，依这个两大思想的流变呢，我们来看隋朝跟唐朝的这个八宗。这个八宗呢，其实呢，我们在上次有跟大家提到，它是由十三宗演化为十宗，这十宗当中扣除了两个属于小圣的系统的，成为中国的大圣八宗。所以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这边介绍了，虽然是八宗并唱，实际上它总共有几宗呢？它总共有十三宗。那这十三宗呢，十三个宗派呢，是在隋朝成立七宗，唐朝成立六宗，六加七总共是十三宗。但是我们一般把中国的划区呢，叫做大圣的划区。所以十宗扣除了两个小圣的宗派，就是俱舍宗跟成实宗，就成为中国的八宗。那在十三宗当中，有三个宗派是被含摄掉。那第一个呢是什么宗呢？地论宗。地论宗最后被谁含摄呢？华严宗。还有摄论宗呢，他最后被谁含摄呢？法相宗。好，法相宗或是唯识宗。还有涅槃宗，涅槃宗是被天台宗含摄掉了。那这个宗派呢，
因为有强有弱，在不同时期呢，不同的宗派会强跟弱。那要进入主题之前呢，先跟大家说明，在佛教的思想的流变当中，大家掌握一个内容，大概你就可以开合。开的话就是八宗、十宗、十三宗；合的话呢，就是空有。那在佛教分为印度佛教跟中国佛教，我们掌握这个核心去开合，那我们就不难掌握出从印度佛教的思想流变一直到中国佛教的思想流变。比如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之后说法45年或是49年，他说法的内容就是刚才提到的关键核心，说空说有。那空跟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呢，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呢，它又是有连接的关系。那佛呢，在说法的时候说空说有，为什么他要说空又说有呢？因为气理气机这个根基呢不适合说空，他就怎么样，他就说有；适合说空，他就说空。气理气机，气空理，气有理，而说空说有。所以呢，法无高下，佛呢是应机说法。佛事的时候说法是这样子，到了部派佛教，18部派，它其实也分为空宗跟有宗，简略的分。到了大乘三系，印度的大乘佛教的三系，中观唯识如来藏，中观是空宗，唯识还有唯心呢是有宗，一直到中国的八宗，它也是被三系所含摄。所以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看中国的八宗呢，我们掌握这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空跟有的内容。那另外呢，我们中国佛教它的思想的流变，12820，一开始的一是什么？性空，好，性空一位。那大家注意了，这个空有的流变呢，是一个因缘所生法。空若强，什么就会弱？有就会弱嘛，哈，因为空中弘扬兴盛，有中呢就会相形失色。如果有中强的话呢，空中也会怎么样？空中也会弱。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空有离不开空。我们用般若经的精华，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我们说空，我们说有呢，无非是要从缘起有去体悟毕竟空，然后度一切苦厄。那度一切苦厄，它的最终点呢，就是得到了究竟涅槃，也就是贪永尽、嗔永尽、痴永尽的涅槃，也就是一切苦永尽的涅槃。所以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内容，可能都是一些思想，
但是无非是要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去了解有，去入于空。所以空有之间呢，它彼此呢不相同，但是呢彼此呢又有相关，因为透过缘起有，体悟毕竟空，空跟有又是不同。空是空中，有是有中，但是又必须从有而体悟毕竟空。所以呢，我们掌握这样的一个思想理路，那我们去看中国的八宗。那另外呢，刚才提到的空有呢，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二谛的话，世俗谛跟胜利谛，有跟空，有呢你们会放在哪一谛？世俗谛。空是什么呢？胜利谛。两个谛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一个是有，一个是空嘛，哈，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胜利谛。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那宗派大家注意了，他有的是着重在世俗谛的说明，有的着重在胜义谛的说明，有的呢他重在二谛并观。那另外有一个学派呢，他从二谛呢又发展成三谛。那三谛是哪一个学派呢？天台宗、空假宗。所以学派的偏重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宗派，也就是口味有三种：空的口味、有的口味、二谛并观的口味，然后再产生三个口味。请问诸位，你们喜欢哪一个口味？可能你们是也搞不清楚什么口味是什么口味，哦，所以呢，这个隋唐的八宗呢，它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内容。那要看隋唐八宗之前呢，我们必须呢把上一次上课的这个南北朝的这个二流分化呢，再细部的解说。刚才提到说认识八宗呢。这个是一，好，性空一位，然后进入到这个二流分化。众生呢，其实呢，他的特性呢是喜新厌旧啊。如果说性空一位到二流分化，哪一个新，哪一个是旧？二流分化是新嘛？性空一位是什么呢？旧。所以呢，从性空一位衍生到这个二流分化，二流分化看起来呢，它的空有二中，偏在空还是偏在有？有还是空？偏重在有。这个真空妙有，空中呢又说明它的妙有，还有像真常。真常常住不变，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有中。唯心呢也是有中。有没有？我们说真常唯心，虚妄唯识，好，这个都是偏向有中。所以在中国佛教呢，它从性空一位，然后进入到二流分化。这个二流分化呢，它是从汉魏两晋，汉魏，然后进入到两晋，两晋的性空呢，它就分成两个系统了。那这两个系统呢，我们看在中国的南边，它的系统呢，主要是真空妙有。这个真空是一个概念，妙有是一个概念，妙有真空。然后还有一个圆中，中国人很讲究圆融、圆色。好，那在北方呢是真常唯心，
增长，这个是空哦，这是增长，而且它是唯心论。所以如果以这两个比较的话呢，你们觉得空有有的成分比较高的是南土南边还是北边？北边好像有的成分比南边呢还要高，因为南土呢它基本上它是什么，它是真空妙有。那真空妙有呢，它这边就有几个系统哦，像涅槃系，后来演变成涅槃宗，成实系，好，这三论宗呢，它是大圣的空中还是有中？空中。我们上次在说明的时候，大圣八宗有一宗是空中嘛，就是三论宗。圆宗呢？圆宗呢是天台宗。我们刚才提到说天台宗，好，他把佛的二谛说明为几谛？三谛。好，那这个是天台系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表当中，这个表的两个系统的修法演变成这么多的系统。那南边的真空妙有呢，它演变了这四个系统。那我们看北边，北边是增长唯心论。这个增长呢，主要是说明如来藏心，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常住不变，在众生心当中，众生心当中有常住不变的清净心。那这个跟性空一位是不一样的哦。性空一位呢，前面所谈的般若性空，一切法为假名。所以在三系当中，大家注意三个关键语：性空为名，这是第一系，关键字是为名，一切诸法为假名，世俗谛是假名的，从世俗谛的假名去入到毕竟空。第一系关键字是为名，性空为名。第二个系统虚妄为是，关键字是为是。那三界为心，万法为是，为是无异。第三个系统是真常为心，关键字是为心。那这个心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三个系统为名、为假名、为是，还有什么呢？为心。为是它的差别呢，等一下我们这边也会提到说，在为是系统玄奘的这一系呢，他的心事是为是妄心，他跟这个真净心就不一样了哦。他重在真心，心是真妄的和合，但重在真心。但是这一个系统呢，显首宗、显首系，好，这边还不讲宗哈。显首系呢，他的心是什么呢？圆常法界心。这个圆常法界心呢，主要就是如来藏心。那这个是在北土的真常唯心论呢，它有三种心：真净心、虚妄心，还有什么呢？圆常心。那这三种当中呢，其实又可以分成四种心。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心，他这边讲唯心嘛，所以这一组呢，他都在说明什么？关键字是什么？心，好，你的心，我的心，好，然后呢，你浓我浓，好，清净心又跟这个杂染心呢又融合在一起。那他三种心，这个是清净心，这个是杂染的，这个呢是常住不变的如来藏心。好，那这两个系统呢，它是
可以说他的论法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一样才会成为不同的宗派嘛。那这个系统呢，它是讲种子思想，玄奘就是唯识系嘛，哈。他说明什么呢？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我们造业呢就变成有善的种子跟什么呢？恶的种子，哈。这样的说明呢，其实蛮不错的哈，尤其在以农立国的中国，这种子思想呢，它就跟我们这个种植一些植物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譬喻啊。那玄奘的这一系呢，它不讲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那这个系统呢，它就不讲这个种子的思想，所以他们之间呢，它是有差别的哈，所以有差别就会有不同的宗派的成立嘛哈。那我们先看南边呢的真空妙有论的这三个系统的说明，大家要注意哦，思想的流变呢，就是从这里而衍生到这里，然后再衍生到这里。一二八，所以这个二的地方呢，好，它是我们要好好的去理解的。好，那这里呢，他提到的妙有，这个妙有的思想是什么呢？其实空中生什么呢？妙有啊，空就空，又为什么又生妙有？那这个就是思想的流变。差别宗派的形成，那这个空呢，这个空呢，它的流变呢，因为我们看两境的性空，两境的这个性空呢，它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魏晋南北朝，这个性空它流变到什么呢？它夹杂了一个系统进来了，就是大波涅槃经传承进来。所以呢，这个涅槃系，这涅槃系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佛性思想。这个佛性思想呢，它跟妙有呢，它是有关的。空性是妙有的，涅槃是妙有的。涅槃是什么呢？涅槃是常乐我净，它是常，有没有真常出现了？好，常乐我净，真常。大家注意哦，这里南边的这边实现空性呢，从南北朝它的南方的思想呢，性空，这是很真实的。那这个北土性空的思想，它是什么呢？它是虚现，就是有传过去，但是呢，北方人他对性空的思想呢，没有南方这么样的着重。所以在这个南边的真空妙有，这是一个主要的大方向，但是呢，它有三个内容。也就是说，它为什么叫真空妙有论呢？第一个呢，这个涅槃系它的妙有。那刚才提到说，我们在早期性空一位，性空一位呢，就是我们从缘起有体悟毕竟空，正道空性，正入解脱，这样就是一个解脱的一个说明。但是到了涅槃呢，这个《大波涅槃经》这里呢，他就提到了涅槃的妙有，涅槃的妙有，也就是性空融入了什么呢？真常，因为这是涅槃，涅槃呢，它是常乐我净，好，所以呢，空性妙有，涅槃妙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才提到说。二谛的说明，我们从世俗谛契入到圣义谛。那这个圣义谛呢，
圣义谛的说明两个重点，体悟空性，或是有体悟空性证到涅槃，这两个呢其实是同语词啊，就是我体悟到毕竟空，也就是断除了这个迷于世俗道理的烦恼，我们断除了，证到空性就是证到涅槃。但是这个空性的这个法，空性的这个法呢，不能说它没有，在有系呢，他说空性呢有它的作用，它的妙有，所以空性妙有，涅槃妙有。好，这个是空中生妙有，本来只有讲空而已啊。从缘起有，体悟毕竟空，证悟空性，证入涅槃。但是呢，这个系统产生空中妙有，所以这个系统叫做真空妙有论，体悟空性，体悟涅槃，空空性妙有，涅槃妙有。那这个涅槃大波涅槃经呢，其实它是属于真常的思想，涅槃是常乐我净，所以从性空一位进入到真空妙有。那这个空呢，注意了，这个空有三个学系，有两个内容，一个叫真空，一个叫圆中，真空跟圆中。那这个真空圆中它到底要说明什么呢？它要说明的是，我们在从凡入圣，也就是说我们在说明我们从凡夫要进入圣者，必须先试修，也就修种种的法门去断除烦恼，然后呢就体悟真理。这个体悟真理呢，刚才提到说照见五蕴皆空，要体悟什么呢？毕竟的空性嘛，那我们都执着在世间有当中，那体悟这个空性的道理有两个，又把它分两个，这两个叫做什么呢？体悟偏真空，第二个呢是圆中。这两个呢，我们如果把它分别的话呢，一个叫悟圆中，一个叫悟偏真。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偏真空，第二个呢悟圆中。圆中是什么呢？圆中它有两个系统嘛，对不对？三论跟什么呢？天台。那这个诚实系呢，诚实系它主要的经论是诚实宗嘛，我们说小圣有两个宗派嘛，聚色宗是有宗，诚实宗是空宗。那它这个空所体悟的空性，为什么诚实宗它没有被列入到大圣空宗当中？它跟它体悟空性的方式是有所差别。那所以呢，这边的空，从这个有体悟到这个空，这都是空性。但是这一个呢是悟偏真空。那三论系它是二谛并观，悟即是圆中。二谛并观是什么意思呢？我简单的说，刚才提到说世俗谛跟圣义谛嘛，世俗谛是有，圣义谛是空。如果简单的分辨这三者的不同，第一个是悟偏真空。悟偏真空呢，是他体悟到世俗谛，契入到圣义谛的毕竟空性，
虽由世俗地体悟圣义地，这个是偏真空。第二个呢是三论中的二谛并观，也就是它能够世俗地跟圣义地呢平等观。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一个呢是我们要断世俗地的烦恼，证悟到圣义地的毕竟空，这是诚实中这一系比较说明的偏真空。那第二系呢，它可以把世俗地要断的烦恼证入到毕竟空，它可以二谛并观，烦恼即菩提，烦恼跟菩提是平等观哦，因为他们都是无自性，所以这样的观法有没有一样？不一样的。那这是二谛并观的观法，圆宗是什么呢？刚才提到说中国很重视圆融圆色嘛，那天台宗它从二谛，刚才提到说它发展成几谛？三谛。三谛呢就是空假宗，这个空假宗呢，它在一念当中呢顿了即空即假即宗，所以这边物偏真空是一，二谛并观是二，然后三智一心中的是三，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差别，从真空到圆中呢，它的一个差别，一个呢是体悟真理，一个呢是好诚实中是体悟真理的毕竟空性，照见五蕴皆空。到了三论中呢，它是二谛并观，它能够烦恼即菩提，生灭即是不生不灭的二谛并观。那三论中认为呢，大圣的体悟，大圣的体悟呢，一定是圆中的体悟，也就是大圣的体悟一定是二谛并观。所以我们在十谛里面呢，有讲到菩萨。他的体证呢，要经过二谛并观的这个阶段。他二谛并观，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因为他要从空出假去度化众生，他不能体悟空性，证入空性，证入空性就证入什么？涅槃。证入涅槃就不受后有，不来世间，不来世间呢就没有办法度化众生。所以这里。从二谛并观到三智一心中得，即空即假即中，那这一个呢也是圆中，这一个的圆中跟这个的圆中有没有一样？因为这两条线嘛，不一样是差别在哪里？一个讲二谛，一个讲什么呢？一个讲三谛，所以呢这边有两条线圆中，但它又分成这两个不同的系统，三论中跟天台中。那真空呢？这里也有两个系统，诚实跟三论。那诚实呢，它是物偏真空；三论系呢，它是怎么样？它能够二谛并，能够二谛并观，所以体悟到真空。这体悟到真空呢，它有这两个不同的系统。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系统呢？好，这两个系统呢，我们把它做一个分别的话呢，其实这个在《大智度论》呢，还有藏传都有提到，我们在体悟真理，也就是要证入到毕竟空性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体悟。刚才提到说，体悟到真空，第二个呢，悟什么呢？圆中这两类，那它的搭配是什么呢？如果以大智度论，我们体悟真理呢，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断烦恼。这个呢是悟道真理，也就是把烦恼断掉了，契入到毕竟空当中。那这个呢是属于这个真空的这个诚实系这里，
物偏真空，波若将入毕竟空，绝诸系论，断除烦恼。那到了三论系呢，二谛并观呢，波若将出毕竟空，眼土熟身，也就是说他因为能够二谛并观，所以呢他能够空有无碍，他能够从空出假，从空中呢他不证入空性，他能够这个眼土熟身，他能够庄严佛土度化众生。讲到这里好像大家听一听会不会觉得说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不是菩萨，所以呢你就觉得你跟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时候也要把它连上关系，是吗？就是说以后我们要不要当菩萨，以后我们要当菩萨，但是以后我们要当菩萨，我们不知道菩萨他是怎么观的，因为我们在观这个空的时候会证入到空性的，因为世间很苦嘛，所以我们要断烦恼，断烦恼速速断烦恼，速速怎么样，速速正果，速速解脱，众生你们就自己自求多福，是这样吗？菩萨是这样吗？菩萨不是哦，菩萨是般若将入毕竟空，绝诸细论，他不止绝诸细论的断烦恼，他还怎么样呢？方便将出毕竟空，眼土熟身，那他能够在证悟空性，又能够从空出假，这个境界有没有比较高？有没有比较圆满？还是断烦恼以后呢，就证涅槃，好跟大家说再见，这样比较圆满？哪一个比较圆满？后面自己证到空性，然后利益众生，也让众生证到空性，这样比较怎么样呢？这样是比较圆满的。那这样比较圆满的观法，这两个系统都是差别呢，就是他二谛并观，悟即圆中，就是大圣的体悟呢，他一定是不是体悟到毕竟空性而已，他还要能够从中出假，他能够眼土熟身，这是两个的差别。那这样的差别呢，有三个系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体悟到这个空有无碍的证见呢，三论中天台中它都是什么呢？悟什么？圆中嘛。此外呢，在藏传的中观系呢，它也是这样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设你现在要从世俗地缘起有证入到毕竟空性，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呢，就证入涅槃，跟大家说再见，因为世间很苦，你们自求多福，那我就先走了，我先解脱了，这是第一条路。那第二条路呢，就是你功德深广，具备什么呢？具备菩提心，具备大悲心，具备无所得二谛并观的性空正见、般若正见，功德深广，方便善巧具足，方便善巧的智慧具足，既能顿悟圆中。所以这个体悟呢，它其实它是必须搭配我们的发心，我们的修行才能够体悟。那我们在提到这个圆中呢，这里的圆中，这里好像讲到那个三谛嘛，是这个比较圆融吗？一二三，如果三谛比较圆融，应该发明一个四谛，更圆融，对不对？五谛也可以。那这里呢，应该是这么说了哈。这样的说明呢，其实三论的后来演化为三论中这个体系呢，是比较接近于中论，也是比较接近早期
龙树学派的中观的思想。那天台的这个离妄显真的这个三谛思想呢，三字一心中得的这个三谛思想呢，其实它跟真藏的系统融合在一起的。真藏是有还是空？有。所以如果说纯性空的话，这两系哪一个会比较偏重在空的系统？三论。这个是一样是空的系统，但是呢它夹杂着什么呢？它夹杂着真藏。所以呢好，这个你看哦，这边是真藏哦，这条线是实线哦，这条线也是实线。也就是南北朝他的思想呢，其实真藏的思想，真藏是有还是空？有。他的性空已经跟真藏怎么样夹杂在一起了。性空融入真藏，注意性空融入真藏，这个涅槃的思想。所以这里妙有，这里的妙有，空性妙有，涅槃妙有，从性空一位把真藏的思想融入。这几个口味了，两个口味了，是吗？真藏还有唯心呢，唯心我们再把这个味道加进来啊。那我们再看这个系统呢，真空妙有，它主要要说明的是什么呢？空跟有，还有空的证入的不同，二谛并观。好，先悟偏真空一个，二谛并观两个，三字一心中得三个，这是空有的说明。在真空妙有论，它着重的说明大概是这个空有，还有呢体悟到圆中的两个系统，它产生了四个学派，四个学系。涅槃学系妙有，诚实系真空，三论呢它含挂了真空跟什么呢？圆中。那圆中呢主要是什么呢？天台中。这个圆中它们之间的差别，刚才提到说它讲二谛不讲如来藏，那这个是什么呢？天台中它是讲如来藏心。天台中的如来藏心跟你看到这边有个圆中，这边有个圆常心，两个都是圆嘛，哈，此圆非彼圆，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圆呢，它在说法的时候，它着重在我们的无明的心，众生现前的无明心。那这里的圆常心呢，它着重在什么呢？圆常法界心，就是如来藏心，清净的。这里是无明心，是杂染的，有这样的差别。两缘，此缘非彼缘，又有这个两个的差别。接下来我们看北土的真藏唯心论，也就是说从两境的性空，它到了南北朝的北边国土，中国国土的北边，它产生的思想是真藏唯心论。那这个真藏唯心论呢，它影响我们后面很大哦。为什么？因为后面的唯心的思想、唯识的思想就产生，三系当中有两系是属于唯心。那我们看这个北土的真藏唯心论呢，它分为三种心。第一个呢是真净心，就是清净的真心。第二个呢是妄心，这个清净心分两类哦，妄心呢也分两类。这个圆常心，这个圆常心呢就是圆常法界心为本，我们把它称作如来藏心。如来藏自性清净，含藏在众生心中，只因无明烦恼不能证得。烦恼是客，
我们只要去除烦恼，就可以体悟到，这个，毕竟清净，这个是圆常心。所以在心的说明有这三类，那刚才提到说底下有四个系统嘛，真净心大家注意了，我们的心到底是清净的或是杂染的？好，清净的或是杂染的。如果说我们说你的心是自信清净，被客人的客尘烦恼所染，好，这是第一个说法，你心是清净的哦，如来藏自信清净，只因无明烦恼不能证的。第二个呢，说你的心是杂染的，这两个哪一个会比较受欢迎？啊，清净的哦，我们都喜欢听好话嘛，对不对？哦，忠言总是怎么样，逆耳嘛，哦，但是呢，佛法是为了度化众生，有时候在说明心呢，我在想，哦，这就是摄化众生的方便，有时候要跟他讲说你的心呢是其实你有清净的，就自信清净，有时候又告诉他你的心其实是什么，你是杂染的，你是贪嗔痴具足的。那有时候呢要两个把它合在一起说，其实你的心呢有清净的啦，有杂染，这里要说的就是这样。好，那大家分别，第一个是真净心，这个真净心呢它的产生大家要注意，所有学派学系的说明都跟它的经论有关。那这个真净心呢，它跟菩提留支的这个系统呢是有关的。菩提留支，他翻译了，有一部论呢叫做《十地经论》。好，《十地经论》的这一部论翻译到中国之后，它对中国的学派影响很大。这一部《十地经论》呢，它的论主是谁？鼎鼎大名的世亲论师。世亲论师是大圣三系哪一个学派的创始者之一呢？唯识系统嘛，对不对？唯识系统呢，它是依于弥勒，然后无着世亲造论嘛。那世亲，其实世亲论师，如果我们看到这边，他有几个宗是跟世亲论师有关。第一宗俱舍宗，因为俱舍论是谁造的？世亲。然后刚才提到的什么呢？地论宗，地论宗是谁造论的？世亲。还有像唯识宗，唯识宗，他这个也有关系。好，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哪一宗呢？还有是摄论宗。摄论宗它的作者是谁呢？造摄大圣论是谁？无着。世亲跟无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兄弟。哦，这两位兄弟实在太厉害了。哦，那他为摄大圣论，做注释啊。哦，所以你看呢，世亲论师，哦，他跟四个宗是有关的哦。那这里呢，这个菩提留支呢，他翻译了刚才的所提到的哪一部论？十地经论。十地经论呢，也叫做这个十地论，有时候也叫做十地论。它是在北魏菩提留支跟勒那摩提等翻译的，但是他们翻译以后呢，对这部论的解说思想不一样，也就是说他在解说这部论的时候产生流派了。那他在说明我们的心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的心是真妄的和合，但是呢这个真净心呢，他说地论重在什么呢？真心。
这一个真净心，也就是说我们心是真妄和合，但是呢它的说明它是偏重在真心。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里面的内容，它其实有两个派别，实地经论，因为这部论很重要，它产生后面的很多的学派。那因为这部论产生什么呢？地论宗吧，地论宗又被什么所含摄？华严宗所含摄嘛，所以他从地论宗后来流变成为华严宗，它是有关系的。那这些关系呢，它不只跟华严宗有关系，它跟摄论宗也有关系。因为这个实地经论呢，他的心呢的说明呢是真妄的和合。那有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叫做地论的南道派，他说阿赖耶识是真心。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地论的北道派，他说阿赖耶识呢是具足真妄。其实他针对一部论呢，他的解说认知不同，解说认知不同呢，它就产生不同的流派。好，那你们可能会问啊，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要统一呢？是吗？你们会不会这样问？这样就不会很麻烦啊，我们理解后面的人理解也不会那么麻烦啊。那我请问你，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嘛？好，佛在说法的时候，他会不会讲一种？这样讲一种，以后学佛也比较不会那么麻烦。因为众生根基，比如说他没有学佛，要说有还是要说空？要说有。那讲到他的心，要说他清净还是杂染？哦，要讲清净哦，你们都很方便，好、哦，因为要度化众生嘛。越方便度化众生的法门，夹杂的内容可能更多，那个内容可能方便法越多还是越少？越多。因为你为了要方便度化众生嘛，所以你会夹杂着很多的内容。性空一味呢，就是一个味道。到了这个南北朝呢，就两个味道。到了隋唐五代呢，就几个味道，八个味道。比如说你们去便利商店买鲜乳，好，如果只有一个味道，跟两个味道，跟八个味道，有三个柜子，你会走到哪一个柜子？啊，八个位置，八个味道那边，然后站了很久，对不对？好，然后站了很久之后呢，就是我这八种，我到底要选哪一种？好，八个口味，我要选哪个口味？那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是厂商的问题吗？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的问题？厂商佛也有问题，你为什么说空说有是这样吗？厂商也有问题，我们也有问题，的确也没有错了哈。因为佛说法，他要契理契机，说有法说什么呢？空法。我们之前提到八宗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说八宗就是分三系嘛？三系就是空宗跟什么有宗。所以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你要了解佛法思想的流变，你要掌握佛法思想流变是不容易的哦。好，印度佛教一二三，印度佛教。佛呢说空说法一，二呢到了部派佛教呢，空中有空中跟什么有中，印度佛教一二三的三就是大圣三系，有没有？它都是离不开什么呢？空跟什么？跟有，空跟有。然后到了中国佛教一二八二零也是在讲什么呢？空有，只是他把那个空有呢量化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量化？就是说
空，性空一位，对不对？厂商就一个味道就好啦。但是问题，你八个味道出来，小朋友很喜欢喝啊，好，不要说小朋友很喜欢喝不同的味道，大人也怎么样，很喜欢喝不同味道。刚才提到的众生是喜新厌旧，一二八二零的一呢，到了二的时候，哪一个是旧？一是旧的嘛，哈。二到八的时候呢，二是旧的，八是怎么样？是新的。刚才也你看你们回答得很好，有三个柜子，一个口味、两个口味跟八个口味，你们会站哪一个位置？八个。有没有那个从头到尾只喝原味的？啊，你又不能说他很白目，对不对？啊，你也可以说他很坚持，啊。不过我这么思考了哈，不论从印度佛教的一二三到中国佛教的一二八二零，无非是气理气机，摄化众生，众生需要什么，他就自然而然因缘所生法。所以这边的八宗呢，其实是一个因缘所生法。我们回到主题，这个增长唯心论。注意了，这里的一二三，它的主题是在唯心，这边在空有。那这个增进心，刚才提到说有一部论叫《十地经论》，它说明呢，我们的心是真妄合合。注意到一点哈，流支系跟真谛系，它说明我们的心都是真妄合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玄奘系。也就是唯识系，说我们的心是什么呢？唯妄唯然，唯是杂然的，唯只有一个哦，是不是？你是我的唯一嘛？所以玄奘系他说心只是什么呢？唯是妄心，这个唯字呢很重要哦。圆常心是圆常法界心，这个心是什么呢？真心。所以真妄合合，唯妄唯真，有三类的不同。那这里呢又产生四类的不同。四类的不同是什么呢？流支系当中有一系呢，他说真妄合合，但是十地经论的这里呢，它重在哪里？重在真心。刚才提到说十地经论在理解心有两个系统，真妄合合偏在静，真妄合合偏在妄然。好，那这个就是第二个了。第二个呢，真谛系呢，这个系统，因为真谛它翻译了有两部论，一部叫做色大圣论，一部叫做大圣起信论。那经论刚才提到说翻译过来，他的思想会影响到学派的形成跟修行的法门。好，比如说这部论告诉我们心是杂然的，我们就会想说我们的心都是杂然的，没有清净的。好，没有清净，假设你有正见的话，没有这个心是杂然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熏习法界的法界等流的清净法，我们就可以呢转染成净。那这里呢，真谛系它的翻译大色大圣论，色大圣论呢，它在心的说明也是真妄合合，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两条线嘛，它都是真妄合合，但是流支系的真进心呢，它偏重在哪里？真心。真谛呢，它的系统也讲到真进心，但是以色论来讲，它的说明偏重在哪里？妄心。也就是说，你的心呢是有真妄合合，但是你是偏重，我们的心是偏重在杂染的。好，这个是真谛系。那我们看虚妄心，你看虚妄心呢，真谛它就涵盖了这两个了。虚妄心
如果以玄奘的这个系统后来演变成这个法相唯识中，他说我们的心是唯然唯妄，唯识呢是唯识妄心，真妄和合重在真心，真妄和合重在妄心，唯识染心，唯识妄心，这是唯识系统。那这个圆常心呢，圆常心是显首的系统，显首的系统呢，它的说明是说，众生有如来藏心。这个如来藏心呢，在这个众生心当中，法界恒常不变的这个清净心，所以这个圆常心是归于什么呢？归于真心。那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此缘非什么呢？彼缘。这个如来藏心跟这边所说的呢？好，它的偏重呢，这个是站在这个无明，这个是偏重在哪里呢？如来藏的清净心，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差别的不同。也就是说，天台好跟华严它会有所不同。那这两个的不同呢，显首的圆常心跟这个这里的圆中呢，显首跟天台的差别呢，我们再稍微给它归纳一下，也就是天台跟华严之争呢，天台它的思想呢，它是本于初起大圣，缘起性空，它含摄后起的如来藏心，但是它归于什么？它归于缘起。所以呢，他以什么为本？一念无明的法性心，重在缘起的无明。那显首，这个显首的这个系统呢，它是本于什么呢？本于如来藏心，它不同于天台的本于什么呢？缘起性空，它是本于如来藏心，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如来藏心，它融缘起性空。而归于最终归于什么呢？归于真心，所以他以圆常法界心为本。好，这个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们在这边呢，在这个二流分化的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了蛮多的内容，因为这样的内容呢，它产生了后面由细而成中，好，比如说涅盘中、诚实中、三论中、天台中，好，那这个地论中，好，还有由地论而产生的什么呢？华严中，华严中也叫显首中，好，还有像真谛的什么呢？色论中，还有玄奘的什么呢？唯识中。所以两境的性空，一二八二零的二，这个由一而产生的二呢，这个二虽然它把中国分成南边的什么呢？真常唯心，跟北方的什么呢？啊，南方的真空妙有。我在测试你们有没有打瞌睡，果然没有打瞌睡。南方的真空妙有跟北方的什么呢？真常唯心。那这里呢，我稍微再补充一下，真空妙有的这个妙有，其实真空就真空嘛，对不对？真空又产生妙有的这样的分派，这两个分派呢，其实就是从空的系统分成两派。第一个呢是真心论者，第二个呢叫做妄识论者。真心论者就是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学系。第二个妄识论者呢，就是什么？唯识。
所以这个妙有本来是没有妙有，真空就真空吧，对不对？那生这个妙有呢，它就分成这两个系统。那刚才提到说，这两个系统它的同义呢，我们再把它分辨一下，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们呢，这两个从性空一直演变到这两个思想，这两个思想有一个共通性，它都偏向于增长的思想出现了，这个是一样的。好，这是一样的。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这边偏重在性空的说明，这边偏重在唯心的说明，这边偏性空，这边偏性空，这边偏什么呢？唯心。那我们从两部论呢，也可以看到它的痕迹啊，哈。这边是偏空还是偏唯心还是偏有？这边偏空，这边偏有嘛，对不对？好，就是南部啊，偏空啊，北部啊，偏有。你从两部小圣论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第一部的聚色宗，聚色宗呢，它是传立。聚色宗它传义呢在哪里呢？在哪里？你看学习研究者都在哪里？聚色。所以这个是偏，如果这两边呢，这边是偏空的，这边是偏什么呢？有。那有谁去助攻这个空有呢？如果以这两部聚色宗，他说研究学习者都在哪里？北边。好，聚色宗，聚色论。好，那第二个呢？北，这是北方呢，是聚色有，对不对？它是属于偏重说有的，但是南方呢，这两个系统它的小圣论主要是什么呢？诚实宗。你看哦，姚请鸠摩罗什译诚实论盛行在哪里？南土。好，所以如果以小圣论的话呢，这个是诚实论，也就是说，这一个南土它为什么空的弘扬会比较兴盛，跟它流行的经论有关。那产生的系统呢，也不太一样。那我们再分辨一下，就是。玄奘系的唯识学，这一个呢，他刚才提到说，他不说贤首的什么呢？他不说如来藏。好，他不说如来藏，他说什么呢？他的主要思想是说种子。那但是呢，这个贤首宗华严宗，他不讲什么呢？他不讲，好，他不讲这个比较偏重的这个种子思想，好，那两个呢是不太一样的，好，也就是说，这个偏重在讲如来藏，这个偏重在讲什么呢？种子，好，那也可以说他讲阿赖耶识。好，其实第一论他也讲阿赖耶识、阿里耶识，哈，阿里耶识偏真妄。那这里的主要他说明的，他不说如来藏嘛，说什么呢？阿赖耶识嘛。那这边的说明是偏重在说明什么？
如来藏心，有两个心哦，阿赖耶识，一个是什么呢？如来藏。那有一部论呢，他把这两个合说，好，大圣起信论，他把心分为心生灭门跟心什么呢？真如门。好，那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好，那这部论呢，就把两个呢合，所以，心的说明呢，有偏杂染的，纯杂染的唯识，唯识妄心，偏杂染的色论，偏清净的，流支系的谛论。好，谛论它其实有偏两个了哈，谛论的那个，它因为有偏清净的，也有偏杂染，偏杂染的它跟谛论合，它跟那个色论合流，因为两个，它是相近的嘛，好，所以，我们稍微给它归纳一下，这个宗派的流变呢，它的说明从空有去说明，好，那第二个呢，空有就是这里的，好，它的证入的方式，体悟真理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从哪里说明？从心的说明，心是杂染，是清净，是二合一，然后就产生两个学派，然后到最后呢，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跟大家说明的隋唐五代的八宗。这八宗呢，它的说明呢是涵括了十三宗，也就是隋朝成立七宗，唐朝成立六宗，总共十三宗。那含摄三宗之后呢，成为十宗，扣除了两个小圣呢，就是中国的大圣八宗。那我们这一节课先暂时讲到这里。